第四天，今天是第四天了。三天，第一天在飞机上，那就是第四天。今天是第四天了，然后我们出发要去班服了。昨天前天都有点阴天下雪，结果我们今天要走了，卡尔家里出太阳，不过没事，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还会出太阳吧。这边社区感觉更富一点，不是感觉你看还有小旗，就像是一个什么旅游小镇的感觉。我们已经走到直走的路上，它是个滑雪场吗？奥林匹克中心。跳台的地方吗？那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首钢大跳台那高的那个塔一样的东西？好酷呀！我们已经走到最高速上了，基本上一直直直开就会到班服了。小张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路的类型，奥林匹克就不知道叫什么，反正对面有一个跳台。右边的小房子上都有雪，外面又开始下雪了。白茫茫的原野，所以也不是白茫茫吧，但是就雾蒙蒙。就这样，前天估计都能看见山，但是能见度一般。那边
海，你就能看到连海。哇，好酷呀！天呀，好漂亮！这儿有个扶手，这儿还有个扶手，我感觉如果我坐得很靠前，拉着这个就像坐那种旅游大巴的第一层的感觉，搞笑，太漂亮了，真的太漂亮了，怎么能有这么漂亮的？山尖尖，神秘，变化莫测。
驾校。我们现在已经到班夫小镇了，需要先去一下洗手间。这不是建啥啊？建停车楼？不知道。到处都还在盖新的呢，是吧？In 200 meters, turn left. 我们现在已经到班夫了，然后，在班夫小镇逛一逛。这个小镇真是卖啥的都有，还衣服的，啊？开到晚上九点。好，这是晚上我们要来租雪具的店。再转。晚上不要来，现在还要再转。这边才是好的方向。我们已经转到另外一边往回走了，然后目前主要就逛了一些纪念品商店，虽然大同小异，可能全世界的商业街都差不多吧，然后还是很漂亮的，我觉得漂亮吗小张？好像被支配了，被绑架了，人不是很多了现在，然后就挺清闲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是惊喜角，上去看看惊不惊喜。喂喂喂喂，又稳又快的爬楼梯。行吗？还是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到了波后处 trail， 但其实这个地方是溜滑梯。